我 channel 嘅朋友，今日咧我就出街去咗买嗰啲快速检测套装啊，就系呢一个牌子嘅。咁我就唔系好熟啦，我唔知而家坊间系有边几只牌子啦。其实前几日咧都几多人去周围扑嘅，因为都几难买。咁迟啲慢慢供应多翻嘅时候咧，就越嚟越易买啊。即系而家咧都算系个市面都算系多人揾嘅，咁個價錢幾十蚊至百幾蚊不等咁樣啦。咁我買嚟咧，一來就自己想擺啲喺屋企啦，咁就即係有需要嘅時候自己用。另外咧就是、我都會寄定啲翻去韓國嘅。咁韓國都係其實韓國嗰邊咧應該係有工廠係會做嘅，咁亦都會加快嗰個製造量啦，或者係入口啦，咁等佢多啲。韓國的人民可以用到的，但是暫時呢好像他們都有限買的，在街外買每人限買五個，最多五個而已。還有如果學生方面呢，韓國政府那裡是有6000萬套這些的檢測套裝就給那邊的中小學生的，我相信那個的供應呢慢慢都會舒緩，但是怎麼都好啦，有得買的話呢我寄定給他們，因為韓國那邊有老人家有小朋友有啊，做呢个自我检测嗰个需求亦都系会高啲嘅。咁事不宜迟，即刻试一试先吓。咁我今日买嘅呢盒都应该几易用啊，斋睇图片唔识字啊，都会识得用噶啦应该。咁就都系撩下个鼻，摆翻落个樽度，熬熬佢，再滴落嗰支好似盐印棒嗰支嘅胶度，系啦，验过人嘅咧就应该识噶。不过盐印就唔系撩鼻嘅，就系用尿液嘅。咁然之后咧有两条就系你有怀孕啦，得一条咧就系 negative 啦。好，即刻试试先。拆开晒之后呢就有呢几样嘢啦，说明书我就冇位睇啦，做哦系喎，撩完个鼻，然之后笃落去熬熬佢，跟住再滴翻落支验孕棒嗰度，咁就搞掂。OK， 点样？哎呀，跌咗落地添，照用。哇，好粗啊呢支嘢，点样去撩鼻而不失呢个仪态咧？佢话五次。三四五，哇，好糟啊！哇，好痕啊，痕啊！跟住呢度又五次，撩够十次啦，已经。佢又唔使撩到好入嘅。O K， 不雅。跟住就摆入呢一个樽嗰度，咁里边有啲溶液嘅，本身系。啊，开到啦，终于。摆落去，跟住十次。OK， 咁摆边呢支？跟住吸翻佢，就开咗上边呢一粒嘢佢。跟住就滴落去两滴，就等15至30分钟。OK， 一、二 ，OK， 等等啦。哇，好緊張喎！是啦，原來頭先我開呢個盒咧，係攞漏咗一樣嘢嘅，應該係垃圾袋嚟嘅，將啲污糟嘅嘢、用過曬嘅嘢咧擺落去。好啦，頭先撩過鼻嗰支嘢掉入去。好，15分鐘之後就一齊睇結果。靚喎，好，消下毒先。我出街的時候都是長期會帶一樽次氯酸水，咁就周圍消毒嘅。過了15分鐘啦，噔噔，係 negative， 但係唔知點解成日迎住自己咧，始終都係會中翻次咁樣嘅，因為我又唔係成日匿喺屋企啦，都會出去食下嘢啊。如果真係成日匿喺屋企咧，真係人都癲噶，咁啊唯有自己盡量小心啦。近日香港的確診數字都飆升得很厲害，我自己不擔心有假的，但是又不會去到很頭疼，經常要躲在家裡那種，但是也有很多朋友本身是約了說會一起聚餐啊，在家裡吃東西啊，聚一下，但是都會吞遲了，因為他們家裡都有老人家啊，有小朋友啊，那我絕對是很明白很明白的。如果我家裡也有些八九十歲的老人家或者卡卡在香港這邊，我自己都會比較少出門口的，盡量做好這個防疫措施，如果要中都真的沒辦法的了。另外也有些朋友他們
較為擔心自己會中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哋屋企係有寵物啊。我有個好好嘅姊妹啦，養咗九隻貓嘅。如果佢中咗要被送去隔離嘅話咧，佢就好擔心九隻貓。不知點搞，因為聽講好似如果要隔離嘅話咧，屋企嗰啲寵物都要送去隔離噶嘛，唔知係咪漁農署嗰啲啊？咁啊，呢條片就唔會咁長啦。咁啊，大家保持健康，保持清潔啦，就小心身體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。